福田汽车销量连续五个月下降，七年累计亏损高达92.28亿元。一直依靠补贴存活的福田汽车，好不容易真正盈利，又遇到销量下挫。10月9日，福田汽车发布数据显示，九月汽车销量达4.5万辆，同比下滑28.74%。长江商报记者发现，二季度福田汽车实现营业收入160.61亿元，换回来的扣非净利润仅49.07万元。10月9日，北汽福田公告称，9月30日，公司收到了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案受理通知，